再见，不再如玩笑。无能力看破时代干戈，人从人仍未变，星星叹过，如像一息飘渺。成长，一句一语多铭心，一串一缕似星辰。告别再会瞬间走遍十年来一抱紧。在疫情之下读高中更加不容易，你们中四的时候入了一间学校，即是2019年，那我2019年又入了一间学校，我和你都是共同经历着不同的挑战。三年的以来呢，其实疫情的关系呢，其实我们的相处呢不是太多，是因为很多时候都停课啦或者网课，不过呢就算平日呢有机会呢和同学者倾下偈，又或者从老师口中呢对大家的认识呢，我都好深地感觉到呢，我自己呢对这班中六的同学呢有很多值得欣赏，同埋呢是你们的优点呢，好想呢和大家去分享。十别水是你在追，未来远征山水。疫情下的我们再一起机会并不多，疫情偷走的三年，所有计划都无法实现。收到疫情能早点结束，等我们再次分到班，放松我们一起学习，那就太好了。停课、复课，断断续续咁维持了三年，令我们从中感悟到变动的重要。准时交功课、按时习等，呢啲都要靠自己。加上老师们嘅谅解、支持和鼓励，我哋先可以越过呢一次嘅挑战。常常回想，如果会有疫情，我哋嘅幸福会唔会更多姿多彩？会未那鲜艳？